姐，一起来打勾勾、盖印章、做约定，一起来跳这首《勾勾手指头》。手手拍拍手，大家都是好朋友。勾勾勾勾小妞妞，一二三四五，五根手指头。呀呀呀呀大拇哥，一二三四五，五根手指头。我们做朋友，超级好朋友，等到长大后，彼此不荒谬，小小手指。快来拿宝藏！耶！一起玩猜谜，开始喽！麦伦今天都有黑眼圈呢，我想可能是昨天晚上为了想题目太晚睡喽。有可能，不过虽然他们有黑眼圈，但看起来还是很开心耶。小朋友，你们觉得他们可不可爱？可爱。嗯，谢谢大家。不过这个可不是普通的黑眼圈哦。对呀，这可是动物园里最可爱的猫熊宝宝，一样一样的黑眼圈呢、啊。哇，我觉得我们好流行，好时尚啊！那小朋友，你们想不想要画一样的黑眼圈啦？要！好棒哦！想的话，等一下猜谜完，我们大家一起来画。好啊，那现在呢，就请船长赶快给我们第一个提示喽。谢谢船长。大海，今天要猜的呢，是海盗最喜欢的海里面会出现的东西哦。有很多很多特别的鱼哦。哎，在海里面的鱼非常非常多哎。对啊，小朋友，你们有想到哪些鱼呢？有什么鱼？鲑鱼。金鱼，还有呢？螃蟹。螃蟹。金鱼。还有海星。海星。小朋友，你们很棒哦，你们认识了好多好多的鱼哦。不过今天要猜的，它长得不像鱼，可是它的嘴巴细细长长，像吸管呢。嗯，那就让聪明麦伦来提醒大家，最特别的呢，就是鱼爸爸的肚子上有一个照顾 baby 的育儿袋。
哦，嘴巴像吸管，又有育儿袋的鱼，小朋友赶快想一想哦。知道答案呢？不要急，我们还有第二个提示啊。好啊，船长，请给我们第二个提示。谢谢船长。哦，卷卷的尾巴，意思是说它的尾巴会这样，啾，卷过来，啾，卷过去，卷来卷去，好好玩。最可爱的是它的脸，长得很像一种在陆地上跑很快的动物哦。哦，聪明的小朋友都有答案了。那电视机前的小朋友，你猜到了吗？巴拉巴拉，哔哩巴拉，猜不到。巴拉巴拉，哔哩巴拉，猜不到。小朋友很厉害，我们的答案就是海马。是不是海马呢？请船长公布正确解答。尾巴卷卷，嘴巴细细像吸管，鱼爸爸肚子上还有一个育儿袋的鱼，就是海马。嗯，他们答对了。耶、yeah, ！帮自己拍拍手。啾啾，卡哇伊！卡哇伊的宝物不见啦！怎么又失败？是的，船长，接受失败的惩罚吧！啊船长，你喷的水把我们的黑眼圈都喷掉了啦！对啊，拜托你再给我们点墨汁，让我们再画上黑眼圈啦！拜托，拜托你。螃蟹，打布 A B C， 剪刀石头布，我赢了。哦，又输了，再一次，再一次。等等，太阳哥哥，学英文的时间到喽，先学完今天的单字，我们再一起玩吧。好啊好啊，那我们就一起来学英文单字。P, paper and pencil, paper and pencil, 纸，铅笔。Purple, purple, 紫色。Pool, pool, 池塘。Pear, pear, 杨梨。Press, press.呀 perfume, perfume, 香水。哇，今天学了好多由 P 组成的单字。那小朋友，你记下来了吗？把布 A B C， 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罗西罗西，那我们继续玩，剪刀石头布。哈，我赢了。笑声好，和风吹稻香，哎呀，让人吓一跳。番薯堆成山，一起田里烤番薯呀，掀盖小土鸦。嘿呦，你们去捡柴，我们来生活。那边用力扇呀扇过来，这边扇呀扇过去，扇过来扇过去，扇过来扇过去，扇来扇去，扇来扇去，想吃番薯等不及。今年收成好，
和风吹稻香，哎呀让人吓一跳，番薯堆成山，一起田里烤番薯呀，掀盖小土鸦，嘿呦你们去捡柴，我们来生活，那边有一山呀山过来，这边山呀山过去，山过来山过去，山过来山过去，山来山去山来山去，土鸦怎么爬下去。收成好，和风吹稻香，哎呀让人吓一跳，番薯堆成山，一起田里烤番薯呀，掀盖小土鸦，嘿呦你们去捡柴，我们来生活，那边有里山呀山过来，这边山呀山过去，山过来山过去，山过来山过去，山来山去山来山去，想吃番薯等不及，今年收成好，和风吹稻香，哎呀让人吓一跳，番薯堆成山，一起田里烤番薯呀，掀盖小土鸦，嘿呦你们去捡柴，我们来生活，那边有里山呀山过来，这边山呀山过去，山过来山过去，山过来山过去，山来山去山来山去，土鸦怎么爬下去。